嗯嗯嗯。<laughs> 朋友们好，很多人我看还在议论说，普京在这个上海金合会上，说、呃、印度的那个总理啊，啊穆迪说了一句话，穆迪说的很铿锵有力，说没有人啊，没有人希望有战争，这是对着普京说的啊，这等于是给普京一个否了，否定了普京。还有很多人在猜测、啊、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但是有一个要点。 没有点出来，呃，实际上习近平也是跟普京说了类似的话，嗯，就说不要打了，打去你又能把我打赢吗？万一打输了怎么办呢？哎，就是讲了这些话，他的目的呢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想做一个斡旋人，做一个中间人，做一个调停人。注意啊，听清楚了，习近平说的话。 是想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做一个调停人啊！注意啊，这是九月中旬的事儿啊。那么它的根据是什么呢？这个根据没有人注意到，没有人谈。你们搜一搜八月上旬，确切的讲是八月四号。八月四号的时候啊，呃，泽连斯基有一个动作。 大家现在都忘了，你看现在因为新闻太多了，大家就把这些最重要的线索给忘掉了，像无头苍蝇一样跟着热点在乱碰。八月四号的时候，泽连斯基公开向习近平喊了话，让他让习近平做一个调停人，你来给我们调停一下吧。您现在是牛逼啊，您现在是世界老二啊。那么他之所以公开喊话。 那都我们都知道嘛，公开喊话，泽连斯基向习近平喊话，让习近平出来给战争泼点冷水，做点调停工作啊，做点做个中间人，那能起作用吗？那肯定没这作用吧。习近平就是巴不得你，也习你这个普京在这儿打吧，死几个人他不在乎，关键是能给美国那、嗯、捣点乱。谁给美国捣乱，谁给美国打仗啊，他就支持谁啊。 有的是内心的支持，有的是公开的支持。像对于普京和俄罗斯的支持，这些战狼、五毛、小粉红，然后这些共产党亲们，都是公开的支持。李战书都是公开的支持。那么，为什么泽连斯基还那么公开的喊话呢？当然喊话也挺诱人的、啊，说讲了三条理由啊。第三条对习近平最重要。第三条说我们，你中国要是做个调停人的话。 啊，将来我们呃，乌克兰还是要重建的。你们中国那么多那个那个施工队儿啊，建桥的、修路的、盖房子的啊，你做基建“一带一路”，顺便把这个推土机推到我们乌克兰来，啊，你能挣点钱呢？参与我们乌克兰的建设，这叫这叫什么呀？这叫诱之以利啊！诱之以利，诱之以利。 啊，那个公开的啊，那个那个泽连斯基公开的喊话，说的很动情，很投入。他是个演员嘛，这叫动之以情、嗯、啊。前面那个晓之以理就不需要说了。那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一个习近平讲道理管用吧？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吧？啊，所以这个主要是诱之以利。 告诉你习近平，你现在，你现在给我做点调停工作，说不定战后重建过程中，我还能说话算个数，我替你说个情，替你中国的施工队揽个工程啊什么的，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干点活啊，打个工啊，这个意思。这话呢，由于八月上旬大家还不知道乌克兰有没有能力反扑啊，有没有能力打回去啊，有没有能力取得胜利，所以大家对他这个话呢，基本上。 穿堂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提这个事儿，这事儿其实很重要。习近平听进去了，记住了，心情身边的智囊做了笔记。那还得说一句啊，他公开喊话之前，有没有私下里求他？当然有吧，肯定一个一个文件包啊，通过外交手段，通过公开的邮寄。 给他寄过去了，告诉你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马上就要反击了，我们马上就要取得胜利了，胜利在望。那普京是，呃、肯定是要要败。在这之前呢，我给你个面子，你你呢做个中间出来做个老好人，做个调停人，做个中间人是这个意思。那当时习近平肯定是看不到任何苗头啊，这么做不划算，所以习近平根本就没搭理他，没回信。注意啊。 在西方人的这个这个，呃，在西方人的这个礼节里边，我给你写封信，我给你有个请求，你怎么着也回个信吧？你说对不起，这事儿我干不了，这事就完了吧？啊，然后呢，习近平就没搭理他，所以这才有了八月四号，人家泽连斯基公开啊向全世界的媒体喊：习近平，你这你给我是做个调个停，你影响力大，你面子比。 比拜登还大，你给我做个调停人，这个意思。习近平有没有回应啊？嗯，没有回应、啊。如果有回应，你们就知道了嘛。为习近平没回应，习近平就没搭理他，就就假装没听见。结果呢，这个力啊，又之于力。习近平记住这个事儿了，所以今天到了这个，就这一次啊，到了这个萨马尔汗，在乌兹别克斯坦见到了普京的时候，一上来就跟普京说：“你这个仗怎么打的呀？啊，你你这个，我想帮你都不好帮你。” 我对你的这,这个啊，这个指挥战斗的能力，啊，因为有问号。然后普京啊，也是个直肠子，普京就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普京对他，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个小老弟？咱二月份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咱说的好好的，怎么现在，啊，你怎么你都不认识我了？连我打仗能力，你都，你都表示怀疑了？啊，所以普京把这个感情啊，表达出来了。这是全世界的媒体在追着。 追这个事儿，追来追去，没有一个人追到八月四号那一天。那、呃、泽连斯基还下了一个套，现泽连斯基这个这一招还挺毒的，啊，反正是我我让你我提前啊，我提前我对得起你习近平，我把提前的战斗啊情报都告诉你了，给你透了个底。你现在回头一想，我为什么告诉你啊？我让你捡个便宜。哎、啊，你要说真的有大彻大悟，能认识到人家印度总理的水平，说没有人需要战争啊。 这战争一打，所有的人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所有人都挣不到钱了，哎，这个，这个这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这场战争的拖累，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所以，但是习近平呢，就是人家私下里求情，他不搭理人家；，人家公开的喊话，让他做一个斡旋人、中中间人、调停人，他也没搭理，这才这才有了啊，这大家看到这一步，你要说。 不把这个啊，八月四号，泽连斯基公开喊话习近平，让他做中间人，啊，请求和解，啊，这个，这这个信息片段给补上的话呀，你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几天前李战书在莫斯科，在俄罗斯杜马里面讲的那个话，和习近平在萨马尔汗讲的这话对不上呢？哈，他应该对得上才对啊，当然对不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的。 情报跟上来了，就说我操，战场上确实很惨。从战场上看，俄罗斯是不乐观的啊。那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干嘛去做赔本的生意呀、啊？对吧？啊，这这个这个这个就明白了啊。席高参，席高参是干嘛的？这是，这这这，席高参说根本不可能调停。能不能调停是一回事做调停的姿态。 很重要，就起码我要做调停的努力，啊，这你这个二逼也不懂啊，算了，滚蛋吧。就这个事儿，人家泽连斯基等于出了一道考题，把习近平的文化程度一一下给考出来了，呵呵啊，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两段这个，啊，袁世凯称帝的事 袁世凯称帝这个事儿呢，这是一件好事儿。习近平记住啊，呃，关心习近平政治命运的人记住啊，袁世凯称帝这个事儿，走走这个啊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道路，这是一步好棋，这个这个是对的，正常是正确的，但是他能力不行，啊，这个事儿做砸了，就是喜事儿。 啊，办成了丧事儿，他这个是袁世凯称帝啊！你别管那个现在这些专家，还有这些一般吃瓜群众，吃瓜群众被国民党、共产党惯了他妈一百年的臭狗屎，中国人根本理解不了中国人的历史，不懂中国的历史，所以他不懂，他不懂为什么啊，这个袁世凯称帝是喜事儿，办成了丧事儿，这是第一件事，第一句话大家记住。还其实这话他之所以办成丧事。 他是还有上半一个，就是涉及到宋教仁之死，这个宋教仁被谋杀，不是袁世凯杀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袁世凯策划、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嗯下命令，没有，没有任何证据啊。这个这个非常清楚，你别看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中共教科书，甚至台湾教科书怎么造谣啊，那个是胡说八道啊，就是历史的真实到现在是清楚的。 袁世凯没有任何动机，也没有任何证据，他也没有动力，也没有任何的官方的也好，也没有任何人回忆站出来说，呃，呃习习这个不是不是习近平啊，是袁世凯下命令刺杀了，呃，他命令啊，刺杀了这个呃宋教仁，没有任何证据啊，呃、他其实是,是受这个事儿的拖累，刺杀宋教仁这个事儿是啊，中国现代史上。 这个是最大的一件丧事这是一个倒霉的事如果这个事没发生的话，如果这个事没死，没有以这样的结果收场的话，中华民国的命运不是这样的啊。讲到这儿呢，大家要记住啊，就是说袁世凯就是倒霉，他受这个事的拖累，受宋教仁谋杀案的拖累，名声搞臭了，而且这个孙碰上孙中山呢，也是一个二杆子。 孙中山直接二次革命了，互就是直接跟他打仗了，分裂了，国家在政治上发生了严重的分裂，酿成了战争。一个国家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仗。你看看今天乌克兰这个战争，所有人都拖累。那么今天很多人我看在评论都说说，如果是有人胆大一点啊，跟习近平说啊，希望习近平你记住这句话，不要擅自发动对台湾的战争。 因为你一发动对台湾的战争，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得再下降一个楼层，中国人就得饿死，吃不上饭了。因为一打仗，中国的经济完全被孤立、被封锁，没有一个人跟中国做生意了，就没有朋友。就像今天俄罗斯一样，俄罗斯现在就没有朋友啊，没有人跟他做生意啊。啊，你想做生意、想赚钱，和气生财吧，你得跟大家乐呵呵的，对吧？谈判啊，文明人做一个，别动不动就打仗。 啊，所以这个话还没有人敢跟习近平当面说，啊，普京也没这个面儿啊，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也不敢，那个我相信穆穆迪印度的总统总理也不敢跟习近平说这个话，这个太刺激习近平了，习近平当场就得翻脸。嗯，但是大家记住一句话呀，回到一九一三年，啊，一九一三年的三月二十号那一天吧，宋宋教仁被打了一枪，呃。 两天之后死了，三月二十二号就去世了。这两天啊，疼的在床上翻来掉去啊。要不说这个事儿呢，很难说是，嗯，袁世凯策划的没有，这就是一个孤立事件。这个事件在今天来看的话，没有那么麻烦。今天就是宋教仁受的那枪，那个枪伤的情况，今天能救过来，因为打的呢不是特别要害的部位。 你知道他的着枪部位是什么？肾，他的肾钻了个小孔，流血不止。呃，先是注意啊，这个有可能啊。现在这些，因为咱们中国人啊写文章啊，没有西方人这个严谨的、科学的、求实的精神。没，西方人写一个谋杀案的话，首先这个枪上面枪上有没有他的指纹，对吧？这个子弹对不对啊？子弹那个是不是那个从身体里长那个弹头，能不能对得上？ 然后根据弹道分析，弹道分析，他在什么位置打的枪，什么角度打的枪，啊、呃，这个身体的这个皮肤这个口从哪儿进去的，有没有钻出来？没钻出来的话，切这个做手术在哪里找到的啊、呃？这个弹头，这个要清清楚楚说的非常清楚。一共打了几枪，在地上找到几个弹壳都得清楚。那这个案子才叫重建这个案子。你去读宋教仁谋杀案这些呃所有的学者的文章，你看哪一个人给你讲的这个东西？ 我他妈的费了很大劲，我才推断出来，大概是打了三枪，打了三枪，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枪啊，那把枪是五连发的，它只能上放五颗子弹。后来警察局啊，到这个应桂新家里边，那个主毛啊，应桂新啊，那个是个黑帮老大，那那个小子曾经给孙中山当过秘书，当过保安。 孙中山当年啊，十月革命啊，这个这个辛亥革命胜利了，孙中山赶紧赶回来，从美国别洗盘子了，赶快回国。到了上海，第一站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啊，陈其美安排来住到我家里边，说我家太小了，这个房子也不够豪华，住谁家去？住到应桂新家里。应印桂新是个黑帮老大，这小子有钱，他爹有钱，而且他也是个黑黑社会头子，呃，他他他的房子好，孙中山先在他家住了几天，说咱得去南京啊。 从上海到南京，孙中山这个大人物，你让谁护送他呀？就是这个应桂馨把他送过去的。送过去之后，当然孙中山很感激他了，好吃好喝好，好好照顾，保证他的安全。应该是带着很多黑社会老大，谁也不能够啊，谁谁也不能够刺杀孙中山。估计有人动他的脑筋，但是没有。到了南京之后，孙中山任命他作为总统府的，相当于今天的八三四幺部队的总指挥。呃、啊，这是很器重他的。 啊，据说，是这个孙中山，这个，啊，还有一个段子，说孙中山一开始问，孙中说我一我一我这个一顿饭多少钱啊？成本多少钱、啊？吃饭？因为这个殷桂新给他交，殷桂说,说五块钱啊，材料费五块，当时五块钱大洋那是不得了啊，五块钱买了菜做一顿饭让孙中山吃饱，那是很奢华的，啊，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毛泽东在北大当当教当当图书管理员才八块钱吧，一个黄包车夫。 啊，拉一个月才挣三块钱，啊，孙中山一顿饭，啊，就吃五块钱。孙中山就是很，后来，孙中山发现了他虚报了，实际上一块钱就够，一块钱就可以啊买食材来做一顿饭，让孙中山吃的很好，可能得八菜二汤吧。那这孙中山很，据说孙中山对这个说这小子给我还给我做饭还贪污四块钱。 就 <laughs> 把他开除了，啊，后来是不是真开除不知道，反正他当然很很快，孙中山就换成了自己的人，啊，这有个段子，这个殷桂新的哈，殷桂新是主谋，这个。 刺杀宋教仁，呃，不是袁世凯的事儿，但是袁世凯是不是有干系呢？脱不了干系呢，他他也脱不了干系。袁世凯处在一个什么尴尬位置呢？处就他自己的话讲啊，说我没杀顿初，顿初是宋教仁的字儿啊，说我没杀顿初，顿初因我而死。这个话跟谁说的呀？这是他跟他的二儿子叫袁克文说的。 后来，袁克文一九二零年，啊，等所有的相关人全部都死了之后，注意啊，一九二零年的时候，所有的相关人全部都死了，全部都死了之后，他呢，在上海的一个报纸，呃，写回忆文章，啊，有一本书，他出了一本书。后来，这个书现在还能找到，网上都有，写到这个宋教仁啊，第一篇文章就写宋教仁。你、嗯、看，这是个当时人们都非常、非常啊感兴趣的一个。 话题啊，到底怎么回事儿？那、啊、国民党一口咬定是袁世凯搞，但是也没有过硬的证据，啊，你不能说光指控，光说人家是杀人者。人家袁世凯呢，也确实没有公开的就这个事儿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澄清，也没有道歉，也没有什么。但是袁世凯做到了，把所有的人全弄死，啊，包括这个啊，包括这个他的国务总理，第三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啊。 干死，呃，当然这个干死呢，你还，你只能感觉是袁世凯干的，啊，表面上呢不是袁世凯刺杀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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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啊，是一个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说是怎么死的？说他的仇家姓杨的把他给毒死的，他自己的仇家，他得罪人了吧？啊，这个他的嗯家人他自己也不敢说是袁世凯刺杀的他。 就是有一天出去饭局吃了个饭，回来之后就得了病了，大概是吃的东西中了毒了，明显吃的东西不对啊，回来就一病就死了。这、就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赵秉钧有没有可能是策划人呢？就是他跟袁世凯一块策划这个事呃，没有，这个好像，嗯，我倾向于判断认为没有。很多人媒体就是乱说啊，赵秉钧是不是是,不是国务院总理吗？ 啊，那当然是这个啊、呃，袁世凯的狗腿子了。他跟他他俩官最大嘛，他跟袁世凯合谋刺杀了反对党啊，这个党魁呃，宋教仁。这扯淡啊！后来有人回忆啊，说这个这个事儿，注意哈、啊，二十二十二号死亡啊，二十号谋杀谋杀案之后呢，当时的通讯很慢嘛，二十一号他们开会，开会的时候呢，赵本钧在啊。 然后这个消息一传来，赵军当场吓得是，啊很很恐惧，说完了，这个大计赖上我了啊！就是这又又又有人赖上我杀他了，我没杀他呀，哎，所以他惊慌失措，有这么一个场景，这个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这个东西由于是没孤证啊，没有办法去去这个去确认这个事儿呢，所以只能你你你自己知道有这个事儿就行，别太当真。但是有人有这样的回忆，就说。 赵炳钧在北京开会，啊，就是二十一号那天开会，消息刚刚从这个上海传过来，他传了也是从这个，大概是从，从这个火车站传出来的，在北京的一个火车站传到国务院，国务院说啊，这样的事儿啊，本来遁出呢就要赶到北京了，啊，北正常的情况下，是这个宋教仁是因为呃因为这个袁世凯啊几次三番请他来到北京来就任，我就相中你了。 啊，这这我要准备让请你做这个，呃，这个总理啊，内阁总理啊，我就非常期待，咱俩有缘，咱俩合作一定能够啊，这个是这个宪政民主啊，推广普世价值，搞真正的共和，咱俩只有咱俩能好，别人都不行。啊、你看我前面我前面去用了三个呃内阁总理都不行，第一个总理唐绍仪啊，唐绍仪。 啊，后来投奔了这个孙中山了，跟范跟袁世也干啊，干的不好。第二个是这个谁吧？第二个是谁来着？第二个很有名啊，呃，那是个刘洋刘洋的，说一口法语还是英语的，反正叫啥来着？那个叫，你看我这记不住了。五四运动不是是是是，就五四运动的时候，呃，傻逼青年北京大学生烧了曹汝霖，也烧了差价，就是差价。 那个人后来是就是离开中国了，他是第二任国务总理，也是跟跟这个袁世凯搞不到一块儿去。袁世凯是个他妈的一个清朝的一个是个啊是个老干部出身啊，是个军头，啊、呃、是个封用用打引号的讲封建封建官员，他有他的毛病，有他的特点。这个人也没文化，你跟一个留学回来的。 啊，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脑子当中全是外国人、宪政、民主这些东西。你你跟袁世凯你这个磨合时间太长了，那个人最后没耐心了，不干了，不干了，走了走了，老子不干了。所以就换了赵秉钧。赵秉钧呢，是因为是在中国官场里混了好几十年，呃，他是一个典型的呃中国的这些官场上这些坏事儿他全会，他熟悉，而且跟这个袁世凯呢多年认识。 啊，多袁世凯也相信他，啊也，换了第三日仍然不行，啊，所以这就到了二零一三年的春天三月份，选举选了之后，国民党已经控制了国会，国民党的选票已经啊控制了国会。按照当时的规矩呢，按照临时约法那个规矩，那、啊、那就是我我宋教仁的，那我宋教仁当仁不让啊。啊，其实很早很早的时候，呃，袁世凯就就跟他私下里说，顿初你来当国务呃国务总理啊。 当内阁总理，咱俩干。呃，顿初呢，就说他很真心的啊，不是说虚情假意啊。呃，他俩是有感情的，他俩有缘分。这说起来的话，宋教仁和袁世凯是有缘分的。这个缘分呢，我得说一说啊。这个开天辟地第一个说，第一个，他俩都是肾坏掉了死的。记住着啊，是这个宋教仁是被子弹打穿了之后，打破了他的肾。 这个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切开一看，哎呦，一看这个把大肠给打断了啊！这个呢，从这个右侧身体的右侧，从腹部的后后边打进去，打断了大肠，把大肠打断了，打断了大肠没事儿啊。打断了大肠的话，只是大肠上钻个洞啊，流点小轻微的血，呃，把大肠那个洞给它缝上啊，或者是剪,剪断重新接上，没什么问题很快就好了啊啊。 当时的由于没有 X 光啊，所以他一看，哎呦，大肠啊，坏了，把大肠处理了，就缝上了。缝上之后还是疼，哎呦，钻钻心的。为什么？肾那个弹头啊，没大概是没找到弹头，那个弹头打到了大肠之后，钻到肾里去，把那个肾打了个洞。那肾里边的血管很多呀、啊，一直流血啊，止疼片止不住，呃。 然后大小便失禁，大便拉不出来，是因为大肠打打打坏了，啊、哎，小便尿不出来，是因为肾打破了，钻了个洞，肾肯定肿了嘛。其实现在，现在咱医学生没毕业、没拿到执照的这个实习生就能做这个手术，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这是个比较，比较幸运的一个创伤。 啊，应该说你把他送到医院去，百分之百能治能治好。但是当时啊，二零一三年大上海啊的医生，世界一流水平的大上海的医生，愣整成了一个医疗事故。最后两天不到，宋教仁就死掉了，拉不出屎，撒不出尿。这是宋教仁死，他的肾坏掉了。那么再过几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被全国全国人给骂死的。 呃，他怎么死的呢？他是尿毒症，呵呵尿毒症也是肾坏掉了，就是他的肾不工作了。肾为什么不工作？嗯、肾平时就是高负荷的工作嘛。这这个他吃的太好了，袁世凯吃的太好，一天吃一天吃八个鸡蛋啊，他爱吃鸡蛋啊，一个人一顿能吃一只这个烧鸡啊，牙口好，他才刚五十七岁，身体也好，那个时候身体也好，他有十个老婆。 十个妻妾，一个妻九个妾，生了三十二个孩子。咱今天重点讲他三个孩子啊，啊，他他这个太好了也，就是糖尿病、高血糖，把他的肾给弄坏了，啊，所以他最后称帝的时候，全国人民骂他只，只只当了八十二天的皇帝，最后就完了啊，这被骂死的，死的症状也是尿毒症，撒不出尿来，尿出来的尿浑浊的，都是蛋白质，尿里边。 啊，是这个，所以他俩你说有缘分，有缘分。得病的器官是一回事，是一个器官。这个没人跟你讲过吧？是不是我李洪宽第一次讲啊？还有一个，他俩有个缘分呢，就设计了一块地，在吉林啊，在吉林的这个延边这个附近哈、啊，有一个地，那个地名呢叫做间岛，间就是间谍的间，岛。 岛屿的岛，建岛，你们搜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吉林省的省委书记如果想搞业绩的话，你记住我这句话啊，想办法把那个建岛给它改个名啊，改个名，然后搞成一个东北的呃这个开发区，就好成是东北的深圳。你这么搞，那个地方正好是中朝俄交界的地方，咱们中国的东北没有出海口了啊，那么唯一的出海口就是那个地方。 叫建岛，现在这个地名还有，但是这个名字大家记不住，由于没有人谈论这个话题了，建岛这个地差一点丢了，啊，就是因为打完了这个，呃，日俄战争之后啊，小日本疯狂啊，小日本就到处都找各种理由，呃，去想从把东北这个抢块地，就涉及到建岛这个地方呢，呃，当时清朝末年啊，他一这个有一次不是啊，有一次甲午战争打败了嘛，打败了之后。 这个整个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就是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变成日本的领土。有一些农民呢，啊，有一些农民呢出来垦荒。有一年发生了这个灾荒，大清朝放开说，就是睁眼闭眼啊，你到这个延边这个地方，你们到这儿来开垦吧。反正这是我们满族这个我们祖上的，我们也不种地了，我们现在在。 嗯，中原这边压迫汉族，他们养着我挺好。我们不种地了，我们不打鱼了，我也不狩猎了，慌着也是慌着，就让朝鲜族人到延边这个地方来开垦。其中有一个地方在两个河，大概是松花江的东边吧，啊、呃，东边还有一条河，两个河中间夹着那么一块地，所以叫做建岛。建就是夹在中间的意思嘛。这个由于朝鲜人比较多，这朝朝鲜族人他们是生活习惯啊。 语言啊，这个服装啊，这个啊，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日本人占了朝鲜岛之后呢，就通过一些朝鲜族人，有文化的人啊，写文章啊，做做宣传啊，鼓动啊，就愣说建岛自古以来就是朝鲜人的领土。注意啊，建岛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是朝鲜不可剥夺的一部分，应该让日本人来管理。结果日本人真到那儿设了一个派出所。呵呵 这搞成一个这块地给丢了啊！人家日本逼着大清朝，啊，来来,来签署文件啊，正式签字画押，见到这块地是朝鲜人的，也就是我们日本人的。这个把大清朝的这个朝野老百姓气的是七窍生烟啊！还有这样的事儿，我操！还有这么抢人家地盘的，这叫蚕食战略啊！就是他娘的啊，今天叫切香肠，我他妈的日本人通过朝鲜人。 切你大清朝的香肠，今天切块地，明天切块地，所以这个地建岛，这闹出一个事儿来。这个事儿呢，当时啊，日本的留学生，啊，咱们中国，啊，大清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也当然知道这个事儿了，啊、呃，很很在乎，啊，就是今天有点像小，今天的小粉红，这些战狼他做不出这个来，他不会真正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去他妈的站出来鼓一呼，讲个公道话，没有。 那当时这个宋教仁也怎么着？他关注这个事儿。当当时宋教仁已经走上革命道路了，已经跟清廷没有没有办法正常的沟通了。想沟通的话，只能化个名啊！我不叫宋教仁，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要另起个名儿，那还可以。所以宋教仁是下了大功夫，深入东北，实地考察，到朝鲜，到日本，最后整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了，就是把这个事儿驳斥，说建到这个地。 啊，他不是自古以来就是朝鲜人，也不是日本人的啊固有领土，这是他妈大清的固有领土。他得出这么个结论，写了一篇嗯博士论文吧，相当于有五万字儿呢。啊，这文章出来之后呢，呃，他想卖给大清朝，因为大清朝那个做外交的呀，啊、呃，他他不懂啊。 不知道怎么样根据国际法的现代知识，根据现代的科普的知识，啊，这些他他他不懂。宋教仁这个东西是高水平的，在当时啊，他年纪很轻啊，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啊，呃，整出这么东西，最后呢，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东西啊，被袁世凯知道了。袁世凯当时在北京，在啊外交部啊，现在叫外交部，当时可能还不叫外交部，就是。 呃，什么什么衙门啊，就是管理外国事务的那个衙门里边，呃，当个部长或者是副部长啊，当这么一个官儿，就是负责搜集这方面情报，整理啊、呃、这个这个情报，然后做文宣，啊、然后去做外交交涉，争取把这块地给啊给保住啊，不能稀里糊涂的又这这说这,这个这个这最后是，所以他俩是有直接来往的，啊，当然是通过大清驻日本的大使。 大师姓李，叫李什么来着？那个人也啊，回头一看，那个人也还是个聪明人。一看，哟，还有这样的文章啊，这写的太好了。谁写的？来了，我我我我我我召见他一下啊。嗯，我这样，我也没时间召你，我直接命令你，你不是留学生吗？我直接命令你回北京，直接啊，根据打着我的旗号，直接去找外交部报道，跟他们好好讲讲去。这事儿太重要了，你这文章很重要。呃，一切费用啊，这个差旅费。 呃，由我由我来出啊，啊！但、呃、是宋家人没回去，为什么？回去之后就抓起来了，<laughs> 就好像现在一个一个王丹啊，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很高兴啊，王丹谁叫王丹啊？啊，王丹化了个名啊啊，叫叫叫叫，不管就化了个名说啊，外交部啊，通过纽约领事找到这个人，让他回国，外交部、啊、给我们上一课。 啊，一切费用我们国家来出，啊，那王丹敢回去吗？这 <laughs> 大体上这个意思啊，啊，当然王丹不可能写这样的文章证明台湾这个地儿自古以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说当年，当年这个事儿最后真相揭露之后，呃，袁世凯非常欣赏这个人，呃，还还派人，你知道他很穷嘛，一个学生嘛。 嗯、呃，给他送了两千块钱去，啊，这个、呃、送教人也没要，没要呢，最后是，呃，是不要不行，必须得要，嗯，也最后要他就是据,据说是送给这个，都送给那些别人了，还有更穷的呀，啊，就是这个，这可能就是段子了。但是他们两个人，为了捍卫大清国的那么一块小土地，一小块啊，啊、呃、建岛这块土地，两个人联手合作过。 呃，双方都留下了比较愉快的一个记忆。后来当然革命胜利成功的，这就说到这一段嘛，这个都是很骄傲的事儿。所以他两个人是有缘分的。你想两个人有这么一段事儿的话，两个人的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啊，最后有一件办成了一件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特别值得骄傲的事这两个人就就以以这个为荣啊，啊、呃，所以这个袁世凯对于这个这个顿初啊，他是一直是很欣赏、很器重的。 一直想拉拢他，后来这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这个文宣宣传就是拉拢他，人家也不是拉拢啊。这个人和人的关系，一种是拉拢，另外一种他真正的欣赏，觉得咱俩两个人一块可以共事啊，啊、嗯，可以把这个啊这个共和搞成嘛。共和是个好东西啊，我当大总统来，你当内阁总理，咱俩好好干，为中华民族立点功啊，这不是挺好嘛？这不叫拉拢啊，这后人这共产党国民党用词儿极其下作，不不是正常的用词儿啊。 所以他俩是非常的呃有有交情，所以现在你在这个电影里面偶尔也能看到，这是个真事儿啊，就是宋教仁被打，打了之后后来要死了，活不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他把黄兴叫过来，黄兴啊准备笔墨啊这个立遗嘱，就是我临死之前有有四句话交代了四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说你保证我黄兴。 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要跟袁世凯去说，我期望他继续搞共和，啊，我对他，我对他啊，跟他合作搞共和是基于厚望，国家一定要不能偏离共和这个道路，啊，这个是，就是对于袁世凯基于厚望，啊，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好像不太重要，就是我也没什么，我是个穷人，我他妈的两袖清风，就是有些书，有些书我挺珍贵的，我捐给南京博物馆、南京图书馆。第三件事，我老娘，我老娘呢，就是指着我，我家里就没人，老娘孤儿寡母啊，没人养，你们你们能不能帮我赡养我的父母，赡养我的老娘吧？啊，第四是还有一个，也都不是那么重要啊，这是最重要的就第一条，呃，一个人被谋杀了。 还挣扎了，活了两天，很痛苦当中，他知道不知道谁谋杀他？他当然知道，他知道不是袁世凯。 是不是孙中山呢？也不是孙中山。这说孙中山的是后人啊，到了这个，也就是最近十年二十年，到了他妈的新世纪，人类道德都崩溃了。中国人现在，中国人用汉字写字儿的这些傻叉小年轻，都他妈道德崩溃了，道德跌破无底线之后，居然能想得出来是孙中山要杀了这个宋宋教仁，就是为了和袁世凯决裂，就是为了二次革命，就是为了他妈的护法战争，就是要为了打仗啊！这是纯粹扯淡，这就是。 狗眼看人低呀、啊！就是这一百年一过，中国人现在年轻人的脑子的道德都他妈臭狗屎了。当然了，也和国民党、共产党歪曲历史、做片面的宣传、做虚假的宣传、做政治啊抹黑啊毒害了现在的年轻人也有关系。所以有些傻逼年轻人就写文章，哎呀，说什么的孙中山杀了策划杀杀了宋教仁，什么扯鸡巴蛋。嗯，还有一个啊，嗯，还有一个叫陈其美。 很多人认认真真的来论证是陈其美杀了啊，陈其美或者说他是主谋之一吧，陈其美杀了宋教这个对不对？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铁的证据，没有证据啊。按说呢，以陈其美的身份，他不应该做这个事儿，毕竟是同一个党的同志嘛。陈其美有两个侄子特别有名啊，陈立夫、陈果夫啊。陈其美有一个徒弟，有一个学生。 啊，拜把子兄弟特别有名，呃，叫常凯申，啊、呃，这个所以他这个陈其美，你想他在国民党里的地位，他在这个同盟会，嗯、呃，这个在辛亥革命，这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呐、啊。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陈其美大概是老蒋是带着部队攻陷了杭州是吧？啊，然后是陈其美是带着部队攻陷了上海，啊，你想想，他把上海给解放了，你是，啊，我住长江尾，你住长江头，啊。 呃，长江中游的武汉发生了这个武汉三镇发生了，呃，这个辛亥革命。那在上海，当仁不让啊，陈其美带着，所以他是上海的都督啊，他这个地位，他的影响力，他说，而且他跟啊、呃、宋教仁基本上还是一个政治阵营啊，那、啊、他不太可能上，但是也有很多傻叉认认真真的在论证。 这个东西的源头啊，呃，实际上是要说起来，很多人不同的傻逼，啊、呃，抱着不同的目的在说，啊、呃，陈其美刺杀了宋教仁啊、呃，这个最早的是，应该是呃，是梁启超的人，就是共和党的人，啊、呃，注意啊，在一九啊一九一三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除去有国民党之外，还有国民党还有很多反对党。 那些反对党也都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机关报，那些报纸就是还没有破案呢、啊，还没有审呢、啊，直接就造谣说，呃，这就是这就是国民，这就是他们国民党的同志，呃，内讧杀了他。这个谣言很早、嗯、啊，一直到这个呃一九二零年，所有当事人全部都死掉了之后，包括袁世凯也都死了之后啊，呃，但是孙中山还没死啊，黄兴没死，嗯。 那个袁克文，也就是啊，号称民国四公子的，这个这个美男子，而且是风流倜傥啊，然后是文雅啊，以那个字画、文字，而且唱唱戏，什么都会啊。当然，最会的是嫖娼。嗯，他死的时候，穷光蛋，没钱了，开不起追悼会了，出殡都没钱。据说是北京、天津一带四千多个妓女出来给他出殡。 你想他在嫖娼这个行业里面，他那地位有多高啊？哼，袁克文，这是这是袁世凯的老二二儿子。他在一九二零年写回忆录，回忆这个事儿。他说，他说陈其美杀了他。陈其美是当仁不让，当然陈其美也很快就死掉了啊。陈其美死的时间和袁世凯死差不多。陈其美怎么死的呢？没得好死。陈其美。 应该是，据说是住在一个日本人的家里边，突然间家里冲进来来了枪手，砰砰砰砰一阵乱枪把他打死，案子没破，谁打的不知道。<laughs> 那你猜谁打的？啊，陈其美啊，应该是跟袁世凯死的差不多同时间，那很混乱，当时非常混乱，啊，所以陈其美说陈其美是刺杀。 宋教仁的这个主谋之一，这个靠不住啊！一九二零年，袁克文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为也是影射或者栽赃吧，啊，呃误误导吧，说陈其美干了这个活他讲了这么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别人没人讲啊，那、啊、就讲到这个，在宋教仁离开上海，决定离开上海去北京坐火车之前。 这个事儿发生之前，大概有个十天啊，两个星期左右，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啊，你大家想想啊，呃，宋教仁这么大的名气，这么高的地位，又要到北京去去上任啊，那个是公开的啊啊，袁世凯经常喊话啊，顿主来、哎，我想你了，来来当官啊，国国总理啊，这个当时大家都知道公开的秘密。那么你想他在上海的人，那不是天天得得请吃饭吧？ 啊，那这,这个你想他每应该说，我说，以现在这个礼节，我估计一个月，走之前一个月，天天饭局，啊，今天你请，后天，那么其中有这个这关于这个饭局，谁哪天请宋教人吃的饭，这个没人谈，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这里边信息的宝藏啊，没有人去挖这个东西啊，这个你得仔细挖才能挖出来。那么就说这个袁克文讲到了一个饭局。 就是他走之前，也就十天啊，或者两星期的时候，有一个饭局，啊，有这个饭局上有谁呢？有殷桂新，啊，真正的主谋啊，有陈其美，有这个宋教仁，三个，当然还有一个人，啊，叫沈祥云。沈祥云，哎，这个、也是革命元老。沈祥云跟袁克文呢是拜把子兄弟，他俩都是一个黑帮，关系非常好，啊。 那个，他俩也经常见面。注意、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啊、呃，这个袁克文此时正在上海。注意、啊，我在这说破一下，其实袁克文在上海，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公开的身份吃喝玩乐啊、呃，黑社会啊、呃，嫖吃喝嫖赌吧。实际上，他的真正的角色是特务。袁克文就是袁世凯的老二。 他真正的角色，我给他定义啊，我给他定义，他实际上肩负着非常重要的情报工作，他就是个间谍，他是他爹的间谍，他打漏上海黑帮、上海国民党，他都能，他都有他的眼线，里边有些内幕他是知情的，就是说这场饭局他知道，因为这个沈祥云也在场，这个饭局啊，吃着本来吃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这个应桂馨就问袁世凯说：“你这次去北京当总理，就问他，估计是问一些人事上的事儿，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官儿啊，给我提拔一下啊？我猜测啊，这是我补的，他原文当中没有了。我猜测肯定是想要点好处啊，这个符合应桂馨的人品人格，他就是这么一个为人。结果没想到呢，嗯，顿冲说啊，不行，我要大公无私啊，不会考虑党派利益的。” 啊，这就是说的是官话，这叫场面上的话。这话对不对？这话太对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啊，你一个公众人物，你不能说，哎呀，我到北京当了内阁总理的话，咱国民党人都来当官儿，官儿都是咱们国民党的，哈啊,、嗯、啊，能这么说吗？你现在美国的政客他阻隔，他也是党派阻隔呀。拜登当选了，他是民主党。 他用的人当然以民主党为为主，他拜登能天天说嘛？哎呀，我用的官儿，那个这个部部部长，这、那个这个秘书的全部一律不能够要共和党的人，只能用民主党的。他能这么说吗？不能。所以当时呢，啊、呃，这个宋教仁就大概说了这个话啊，就是我要大公无私，啊，不不不是会呃不不会不会我用谁不用谁，不能够因为他是国民党我就用他啊，他没有才我也用他。 不能说，因为这个人是对方反对党的人，咱就不用人家。人家有才，咱们宁愿不用这个才，就是党派优先，不能那么说。但有些事儿呢，是政治上他能做，他不能说嘛。据说宋教仁这话一说出来，这个殷桂新当场就翻脸了，拍桌子瞪眼了：“，咱你你你这不是出卖了党吗？啊，你你把党的利益放哪去了？就就就就就是就说就掏出枪来就想就想动家伙。” 啊，这个这个殷汝新是个粗人呢，啊，是一个黑社会，是一个流氓，啊，虽然也是一个，呃，辛亥革命当中推翻满清的过程中是是立了功的，这都是啊、呃、民国的元勋呐、啊。说起来就他能说出来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是我干的，啊，这个事儿对于啊结束两千年的啊皇权专制啊，呃建立共和，建立中华民国，这个是有贡献的，我是元勋，就这个他。 啊，就这这种牛人呢、啊，都是，所以后来这当然是不能不能够打起来了，所以就把这事给拉下来了。这个段子，这个纠纷，这个吵架，是一个叫沈祥云的人传出来的，就传给了这个呃袁可文。后来他当然有后续报道啊，因为他是一伙的嘛，他经常在一块儿开会、聊天、吃饭、喝酒，或者是讨论国家大事、呃政治学习等等的。 就说，哎呀，说他们经常跟这个宋教仁吵架，吵得面红耳赤，经常吵得呃，是不欢而散。说我真为他捏一把汗。结果果然啊，后来大概两星期不到吧，就发生了这场刺杀案。所以呢，这个袁克文他写这篇文章，到一九二零年写这篇文章，他说，哎呀，他说，你看这个事儿，其实我已经有预警了，我没有没有想到，我只是知道呢，他老爹。 在请他啊，经常来催他，顿出啊，赶快来北京，我想你了，想死你了，来来当官他说，我就以为一切会顺利，没想到出这个事儿，嗯、啊，这个、呃，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啊，这个当事人沈祥云已经不在了，已经死掉了。沈祥云是怎么死的呢？沈祥云很快就被抓到北京。 啊，给给这个枪毙的，呃，作为这个叛乱分子，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这个护法革命吧，护法战争。啊，就是孙中山不是带领一批国民党人，说这个这个宋教仁死的这么惨啊，你不能破案，因为这个案没破，最后一直很难破，很难破也有客观原因，现在一讲大家也都理解，因为这个案子呢，他必须得。 上海租界里审，啊，发生在上海租界。上海租界，它有管辖权啊，所以在上海审。那么有两个关键人物，最后这个电报来往啊，上海跟北京的这个电报来往就涉及到一个叫这个应桂新呢，有一个叫姓洪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内阁国务院的一个秘书，跟他一直有大量的电报来往。洪叫洪树祖是吧？嗯，这洪树祖呢，他人在北京，啊，那么上海。 这个法院，他大概没有这个绝对的权利，可以从北京把这个证人给调过来，大概是没这个权利啊。除非你这个人到了上海，那我逮着你了，那可以审审你这个案子。估计当时是这么安排的。还有一个呢，也涉及到这个国务总理赵秉钧，他也他们也希望让赵秉钧到上海来作证，但是北京这两个人呢，呃都不愿意配合。那么北京的说法呢是说呢，我中华民国。 啊！你居然都涉及到这个国务总理了，甚至都有人指控。当时国民党就一口咬定啊，就是就是你，就是你袁世凯策划的。你都指到我头上，你让我袁世凯，让我的国务总理，让我的国务院的秘书到上海给你当证人，这事好像不太不太合适啊。现在也做不到啊，啊，那就是那就是你咱可以在北京审呐，把案子移到北京来，咱在北京审呐。你瞧不起我的啊，司法部是吧？ 啊，你认为我的法官审不出个结果来是吧？所以当时争执这个东西，啊，不是说这个袁世凯是个心虚啊，不是，他大概是争争一些程序上的东西。所以后来这个洪述组呢一直没去。当然长话短说，咱今天不讲细节，这细节大家自己能搜到。这些人全部不得好死，啊，所以当时到一九二零年的时候呢，这个沈祥云二呃一九零一九一三年啊。 这一闹革命很快就抓住了，呃，就被引渡到北京，给他灭了口。灭口之前呢，在北京杀人他说我跟袁克文是是哥们儿，我是拜把子兄弟，我要见他。啊、呃，袁克文呢也没有来救他，没有救他呢也有客观原因，啊，是因为袁克文的一个姐姐要出嫁，是个姐姐还是个妹妹要出嫁？这个出嫁呢他没空，他那当时没有微信，没有电报，没有什么电话都没有啊。 她出嫁的时候呢，大概是嫁到了山东吧，她就到了山东啊、济南啊、泰安啊，呃呃、曲阜啊，到这些旅游去了、玩去了，啊、呃，就是联系不上她。等联系完了事儿之后啊，这这个这个啊，吃喜酒吃完了，他回袁克文回到北京，已经死了，啊，同一天，这事儿还真是赖不上这个，不是说啊、呃，这个袁可文啊见死不救。那么他当时嫁的这个妹妹。 啊，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得讲讲啊，叫袁静雪，后来改名。共产党当政之后啊，改名叫袁静雪。他原来的名字啊叫袁淑珍。叔叔的叔，叔字辈儿，贞呢就是那个左边一个一字旁，右边一个贞贞洁的贞，就是贞，崇祯的贞。袁淑珍，这个人。 啊，这个人是他们袁世凯三十二个子女当中，啊，这就是就是三个人出名吧，剩下的那二那二十二十九个子女都没有名，大家都不记得他，啊，就是历史上都不记载他们，记载的就是这三个人，一个是袁淑珍，这是个女士啊，啊，一个是袁克文，这是一个风流才子，号称民国四大才子之一，四大公子之一。 啊，另外一个是张学良，啊，还有一个叫张伯驹，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啊。四大公子都是牛的不得了的人啊，当然袁克定最有名。这个袁淑珍给袁克定造了个谣，啊，就是说、这个、说这个也说这个袁袁克定啊，很想当太子啊，他也想当皇帝，他鼓动他爹称帝啊，这个是纯粹造谣啊，这个就说伪造了这个呃《顺天时报》。 说袁克定专门给他爹造了一份《顺天时报》，这个谣言啊是六十年代，大概是文革前后吧，啊，这个叫袁书真的人造出来的。啊，他呢，注意啊，这个老袁家这说起来很复杂呀，非常复杂。呃，这老袁家的人啊，到了共产党这儿可就真倒了霉喽。哎呀，都过得很惨，都是阶级敌人啊，打到社会最底层。嗯、呃。 这个只有一家子人还不错，就是袁克文老二，不错，老二过得不错的原因呢，是因为文革当中七十年代，呃，中美恢复了这个关系之后啊，人家这个袁克文的有一个女，有一个闺女特别好，他女婿也很好啊，他这个女婿叫袁，呃，不是，他他的儿子啊，袁家骝啊，袁克文，袁克文的。 其中有一个儿子叫袁家骝，大家搜搜“刘”很难写，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刘、呃“刘”，啊，留学的“刘”，很很很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啊，他的太太更有名，啊，他的太太我见过，啊，呃，他的太太我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到我们学校做过讲座，我那个时候老太太徐娘半老啊，啊、呃，哎呦，这么漂亮的一个一个江南女子说话这个啊。 呃，说话这个很很很好听啊,啊，呃，他这个袁家骝的这个太太，也就是袁世凯的儿呃不是，这是袁世凯的孙子了，啊、呃，就是袁克文的儿媳妇，呃，给杨振宁、李政道他们做实验。按说呢，如果当年的诺贝尔委员会要说稍微稍微心胸大度一点啊。 呃，让这三个人得诺贝尔奖更合适，你知道他的分量了吗？所以很有名啊。这老太太晚年到我们南大去讲座，我听过。袁家骝先生在不在？我忘了，记不太清楚了。因为袁家骝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吧？<laughs> 当时不说吧，不让说。呃，其实是袁世凯的孙子，这是一个最有出息的孙子。这个。 这个又说，一九七一年中美和好之后，这个孙子赶快申请，第一时间回到了北京。周恩来亲自接见他。周恩来一说啊，说你是啊，你是袁克文的这个那一支啊，说好啊，命令国务院赶快落实党的统战政策，把他这一支的生活水平给他加工资，全部给他分好房子，给他改善了。啊，这中间沾光的啊，其中有一个，呃，是他的。 呃，亲姐妹袁克就是这个袁家骝的亲姑姑，所谓亲姑姑就是他的，他的爷爷奶奶是一个人一个爷爷一个奶奶。注意啊，这个得说清清楚。他的亲姑姑，这个袁淑珍就没赶上他这个侄子回来啊，然后生活好一点。他就是当时当个政协委员，当中共当政协委员就是把他们当狗养着，希望他们写一些旧社会的。 一些材料啊，尽量写真的，但是主要是写对共产党有利的，能够被共产党利用来抹黑旧社会那些好人的。所以这个这个袁淑珍呢、啊，就是袁静雪就扛不住这个狗粮的诱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叫做《我的父亲袁世凯》，也是五万字儿，赠了一点狗粮。在这个文章当中，涉及到他的亲哥袁克定，他的大哥袁克定。 这个是他完全伪造的。这个后人呢、啊，不断的从其他方面，呃，旁只有旁证了，因为他是当事人嘛。注意，当事人造谣，你还真很难驳斥他，啊，其他当事人都死了，啊，估计袁袁克袁袁,袁克定也死了，所以这个流传甚广啊。所有的段子里边，所有的电视剧里边，所有的电影里面，讲到袁克定的时候，就讲一件事：袁克定伪造了一份儿《奉这个顺天时报》，忽悠了他的老爹。 啊、嗯，他老爹知道了之后，把杨克定打屁股打呵呵，呃，这不，这个是假的，纯粹是假的啊，就是这个亲姐妹，亲姐妹不是，就是一个爹同父异母的，啊、呃，这个兄妹妹妹造哥哥的谣啊、呃，这个当然是六十年代的事儿了啊，呃，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人生存非常艰难啊、呃，都当了政协委员了，当被共产党当狗养着。 专门帮共产党造谣，就出来这么个东西。你们搜一搜我的父亲袁世凯，这篇文章影响很广。还有造了很多其他的谣，其他谣你们都不不记得了，不不重要啊。呃，但是很多人后来写文章，好好多离谱的说法啊，比较、呃、邪乎的说法都是这篇文章出来的。最离谱的说法就是伪造了这个，说袁克定他的亲哥伪造了这个，呃，这个啊，顺天时报，他编那个段子还貌似挺可信。 但是大家你得回头一想啊，咱们假，咱们知道他是假的。你想一想，袁世凯是何等人也，这种事儿能瞒得了袁袁世凯？袁世凯自己看完了《顺天时报》，他也得跟身边的秘书，啊、呃，他的智囊讨论讨论呢、啊。他的秘书、他的智囊分别住在自己家里边，自己家里也订《顺天时报》啊，他能不看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有人找这个当时袁世凯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先生，顾维钧。 关于他当袁世凯秘书这个地方有有日记记载，有回忆录，那上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袁世凯每天早晨他在桌上有十几份全国的主要报纸都得让他过目的，都要跟他讲讲啊，怎么可能有假？另外，假你要证明真的当年存在过一份假的《顺天时报》，物证呢？实证呢？啊，你讲究个物证实证没有？真的没有。这个袁世凯一九一六年就死了。 他死了之后，他留下来的这三十二个子女，关系怎么样啊？关系非常糟，三十二个子女之间的关系就跟入寇仇啊，就是跟仇敌一样，根本就不来往，而且都想贪对方的便宜。为什么后来分家的时候伤了感情了？徐世昌主持他们分了家，啊，大概大家都这三十二个亲兄弟姐妹，三十一个都恨谁呢？都恨袁克定。袁克定分的是。 财产最多，那他还有这个什么煤矿的股份啊什么，所以这个袁袁克定他的嗯，他的日子过得是非常的奢华。四九年共产党进城之前，他住哪里？你们知道吗？他住在颐和园里边，他把颐和园给租下来了，啊，这个这个好的很啊。后来共产党来的时候，把他的房子没收了，交毛泽东住了，啊。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住，他就给扫地出门了。扫地出门他也有钱。 还是花天酒地。后来这个人袁克定，注意啊，这个人格啊，袁克定，共产党来了之后呢，共产党也让他当政协委员，就是所谓政协委员，呃，就是里边有一个专门写这个文史的啊、呃，就是你高兴写的时候，你写篇文章，这文章就值钱，给你发很高的工资，呃，稿费什么的，诱惑他们。 写一些违心的、能够被共产党利用来打击共产党敌人的那些文章，让当事人来造谣。袁克定直到他死，一个字儿没写，就是袁克定是有人格、有气节的。他毕竟是富过，啊，巨大的财富从他手上经过过。他共产党这点狗粮他没看上，他的这个妹妹袁淑珍、袁静雪，他就没有扛得住挨饿、哎、呀！我靠，他就就就。就 造他哥哥的谣，搞得我们现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给他传谣。所以大家读历史啊，不能说有些历史的材料不能说是当事人写的，你就百分之百的你就信的，有的时候还得要综合、反复的跟其他的资料反复的取证，故意孤证有的时候是孤证，像这个袁世凯的女儿说造他哥哥的谣，这叫孤证。孤证你还真得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知道吗？行，今天邋里邋遢的，讲了好几个话题，有点散。第一个，第一个最重要的啊，习近平被人家傻耍,耍了，被泽连斯基给耍了。泽连斯基跟普京。 要想谈判找中间人不可不太可能找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头子，因为普京也痛恨共产党，痛恨列宁，痛恨斯大林，痛恨马克思，泽连斯就更痛恨，所以这个不可能啊。但是习近平动了心了，晓之以利啊，不是诱之以利，所以这次在撒马尔罕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谈判时，跟人家普京还试着劝普京退兵，能不能我给你做个钟？我给你做个保，你们俩和谈一下，嗯。 普京眼睛一下就绿了，你是谁呀、啊？你你连我的战略计划都不知道了？我是跟跟他死磕的。嗯，这是个其他媒体啊，没有人谈。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袁世凯称帝这是一个好事儿，好事儿办糟了。呃，他之所以称帝呢，走上称帝这个道理也是一步一步被逼的，因为国民党跟他，嗯、呃，不玩了。国民党在这个宋教仁死了之后啊，国民党也。 呃，也也也分化了，瓦解、分化，就是因为这个人儿啊，因为宋教仁能够把这个不同党派聚起来，他有这个能力，其他国民党里没这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国民党一些人走向极端化，跟着孙中山搞中华革命党，后来演变成中国国民党，这是后话啊。另外一些呢，啊、呃，宋教仁拉来的国民党呢，嗯、呃，他也就叛变了，投到其他党里去了，有的直接投到这个，嗯、呃，袁世凯那儿去了。 另外，直接参与宋教仁谋杀案的这这些人啊，直接当事人没有一个好下场，全部都死。然后呢，宋教仁之死是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做手术水平太差，没有 X 光机，呃，把大肠打断，大肠打断没什么问题，只是说拉屎拉不拉不方便，过几天就能好。嗯、呃，然后呃，然后这个呃那个肾脏被那个。 弹头给击穿，流血不止，啊，所以导致死亡，很痛苦的两天死掉了，最后撒不出尿了，尿出来都是血。那个过了没多久，袁世凯也是因为啊尿毒症、肾脏衰竭死掉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就是因为发生了宋教仁谋杀案、刺杀案。 所以导致后来的这个袁世凯的这个，他的名誉受损啊，因为国民国民党一口咬定就是你袁世凯干的，所以他后来这个没有人跟他配合了，所以他干脆把国会关掉了，解散国会，又恢复帝制，恢复帝制，这叫有病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这个招是对的。 你别看现在这些傻逼，这些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小年轻呢，把人家袁世凯称帝当做一个笑话，历史上是一个笑话，那是因为当时人的历史水平、认识能力不够。到了今天，你如果还认为袁世凯称帝是错的，我甭管你影射现在啊，这个影射现在是另外的话题。在当时，这个死马当活马医这个招是对的，但是太晚了，所以他只活了八十二天，当了皇就死掉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啊！宋教仁谋杀案如果不发生的话，我们中华民国的命运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嗯，当然了，如果这个凶手打的时候角度再换一点啊，嗯、呃，只打，只打断大肠，呃，别伤到肾，那应该就死不了。只要这个宋教仁死不了，这事儿第一能破案，完整破案；第二。 呃，他还能发表意见，呃，宪政民主那个道路还能走得通，太遗憾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倒霉啊，我们中国人倒霉，老是走不上正道，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满清给推翻了，革命胜利了，但是因差这，今天最重要的话题我来不及讲了，那到底为什么这个应桂新和这个洪述祖他俩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 啊，一个在中央，一个是在上海。就在上海，他是当官的啊。洪述祖也是个特务，我就得说一下啊。袁克文是他妈的是这个呃这个袁世凯的特务，他的亲儿子。这个应桂新啊，这个策划人，这个小子，我判断其实他也是袁世凯的特务。他的任务是干什么呢？他跟洪述祖啊。 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商量着挖国民党这些大佬的黑材料，啊，挖这个孙中山的呀，啊，这个，呃，这个黄兴啊，宋教仁，还有一个啊，说我们在日本，我们在日本买买到情报了，他们在日本的一些肮脏事儿，买到了，要价很高，要三十万块现大洋，我们呃，呃，我们我们给不起，啊、嗯，就想从这个北京啊，从中央，国务院。 搞点钱，说到底是这是个我认为这个最大的可能性。这些人没有民主共和的理念，他也没这个高度，就是有点像今天这些赵岩、赵大将军这种，就是他妈的混在名人边上，混在一个重要职位上，谎称自己我也是搞民运的，我也是他妈的啊啊、呃呃，我也是这个共和的元勋，我也是辛亥革命我有功劳，我、呃、像赵岩说，我他妈的怎么怎么着，哎，嗯，你你老魏你得。 高看我一眼，你君涛，你不能够对我的意见不当回事儿。君涛，你去给小丸子站个台，你得去听我的话，否则的话啊，我我也是名人大佬啊。这就是搞点钱，他没把宋教仁这个重要性认识透，有点说冒冒失失的做成了这件事导致宋教仁的死亡，拖累了损害了袁世凯的名声。 让从让这个袁世凯这个执政啊，根本就没办法执政了。你大总统怎么样啊？有专门跟你作对，国家陷入混战，而再加上呢，袁世凯呢，他这个他是个知羞耻的人，这么多人骂他，他他妈就死了，给骂死了，死的是只有五十七岁呀，五十七岁这个年龄在中共的政治局里面，这也是后起之秀，啊非常年轻的人。你设想一下，袁世凯再活三十年。 那中国是个什么样？那未必有今天这个局面，不会出现军阀混战，完全不一样。所以历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悲剧的命运，有很多地方是由坏人触动的。我所以，我老说郭文贵一声吼，唤出来妖魔鬼怪，唤出来他妈这么多傻逼，他就是做坏事啊。行，我今天先聊到这儿。 有有尖锐问题吗？我回答两个，没有的话我得吃饭喽。让客人看，估计你们很少能见到这种实景啊，这是真的啊，这不是塑料的啊。这四个得有两斤重，两斤不止，得三四斤，感觉挺重。好。